个波踢翻去安全地带先，传波唔够准啊！华拉提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卢卡古整脚直线射啦，呢球入啦，领先两粒啦，松口气啦！呢一球波啊，直头易如反掌啦，喺正个龙门前面吓入紧。嗱，呢个波咧可以话系个个都有功劳嘅，即系唔系个个射门咧都要好大力噶，或者单刀过晒个防线先至得噶嘛。好似呢啲传波传得靓，咪一样可以入到波。斯朗拿刀射得好，不过就入唔到。呢个直线靓啊！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，下次要比好啲至得。其实佢睇啊，睇得局势好清楚噶，系比波嘅把握咧就争啲，过唔到对手啊！加耶向前传出，比列石为脚直线，身位舒适啦。普巴个波真系要比好啲。简达话。分去右翼度，沙拿试下挑个波入嚟，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呢？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侧翼走位，苏索有空位啦，挡咗呢球波，托尼边个会追到呢球波啊？反击啦！传入去，朗拿度试下接应啦，撞低咗佢啦。基力克抢得好啊，应该要睇实呢个球员噶。浪高个波，华伦西亚斯朗拿度快速进攻啊！华伦西亚呢一下够晒睇头啊！简达华攞到波，试下压埋去啦。龙门口整个头槌，球证明笛表示上半场结束啦。睇完45分钟啦，有咩睇法先？今日呢场波对佢哋嚟讲好似好易踢咁，会唔会真系咁容易就可以赢波啦？车路士半场咧吓相当稳阵啦，领先2-0啦噃。比赛嘅尾45分钟开始啦。沙拿个波飞咗出嚟，边度会追到先？传咗俾人哋，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路易斯截走咗个波，咦？防线有个漏洞喎，呢球点呢？呢球波输得噶啦，沙奥踢得好积极啊，成个成功人士咁，去边都快过人一步嘅。下半场出嚟唔同晒吓，见到佢哋压咗好多个人入禁区啊。沙奥苏索继续压住。跳高一跳，搏晒命啊顶埋去，不过都系唔入。呢个波进攻都系几美妙啊，防守啲球员都挂住睇啊，唔失波咪算你好彩啦。
後備席有動靜喎，睇嚟又換人啦。佢哋換咗個飛毛腿，睇嚟可以有啲貢獻。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呢？斯朗拿度被人侵犯喎。呢球波真係自作自受㗎啦，成班隊友又唔集中又溝通唔好咁樣，結果就搞出咗個大頭髮啦。呢個位置要直接射門難度高咗啲，除非啊空籠啦。呢個位置唔錯啊，喺射程範圍內㗎。高華石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盧爾斯睇下邊個隊友可以接應喎。啊，幾有心思喎，不過實行唔到都冇用啦。普巴幫勞斯，射佢啦！呢球真係可惜。呢個直線俾落去咧，簡直可以用四個字形容：完美。无下，加耶为脚直线，马迪尔试下接应啦，机会嚟啦，今次得唔得啊？个波俾条龙门柱阻住，华拉提、普巴抢翻个波翻嚟啦，劳尔斯，简达华个波甩咗出嚟，好嘢喎！一失咗啊，即刻攞得翻，直接长传。是突破的好机会来的。苏索整脚直线，好机会。托尼横传，华伦西亚位置感一流，挡住呢一球波啦。托尼，普巴向侧翼传球，喺左边突破得唔错啊！系咪有机会直接攻埋去龙门度呢？咦，解除危机啦，普巴被人捉到犯规啦，车路士有机会拉开比数，呢球波佢几有机会噶，华拉提、博卢斯，呢个直线靓啊，沙拿试下接应啦。龙门的苏索在左边全力冲刺，这下看来似犯规，是啦，没错啦，球证就吹鸡啦，看来都要比牌的啦，是啦，没错。
要換人啦，有球員啊等緊出場。路爾斯嚟啦，望喺入面。路爾斯係咪想射呢？守門員表現好好啊！呢個波簡直即係唔係講技術去點救啊，完全係講本能反應嘅啫。喂，試一射啦喂！呢下出矛招俾人捉到啦，球證啊俾張黃牌佢。係啊，好多人一落場咧就好衝動啊，一啲後果都唔諗嘅，好似呢個罰球就係咁啦。球證啊話係角球。跳起一頂，救得好，冇得彈嗰隻啊！呢個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實真係唔簡單嘅。球證表示比賽結束，車路士成場都係踢得比較主動，攻勢咧亦都係比較多，整體表現都係好啲噶，冇人會覺得佢哋係負碌嘅。Keyman 波啊睇完啦，有乜睇法先？車路士嘅實力咧好明顯啊 ，show 曬出嚟噶啦，由頭到尾啊都控制住場比賽。比赛结束，我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噃，咪要多谢 Keyman 啦，陪足我哋睇晒成场波，各位晚安啦。